不好意思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我是你们的主播猫咪酱，我又回来啦。然后这里是燃舞蹈993，全网专业有颜值的舞蹈频道哦。朋友们喜欢主播还记得点点关注，点点直播时通知。然后把下面的星星给主播点一点，然后还有花花点一点，谢谢大家。好的，我们话不多说，就给大家带来第一首歌。对，都点一点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哥哥们的花花，
谢谢各位哥哥们的星星。摩托摇，主播不会跳摩托摇，也不想学摩托摇，所以如果要看哥哥要看点这个摩托摇的哥哥们的话，那就不要点我的关注了，谢谢你们。欢迎各位新加哥们，这里是燃舞蹈993全网第一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。喜欢主的话记得点点关注。跳过这些步我都没听过，看都没看过，你让我怎么跳啊？谢谢大家。然后主播是一个歌舞主播，也不会六神是啥，完了广场舞可能会。哥哥，这个50年之后我就站在这个广场上做领舞，也不知道。哥哥们这里点一点，对，是新主播，没有错没有错，主播是一个歌舞主播啊，喜欢听歌的各位可以点一下关注。那你还直播什么呢？那好，我就请开始我的表演了。好，喜欢的话请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一首《风月》送给大家。
是心事的另一边。采取一所迟，千丝百转，丝丝缠乱又不知，只一段锦绣纹饰，比连理双。采取一所迟，千丝百转，丝丝缠乱又不知，只一段锦绣纹饰，比连理双枝，难寄托成相思。兜兜转转，朝花夕拾，却已迟。醉生梦死又一世，还记得前生盟誓，与眼睛如此横对面不消失。我愿化作望断天涯，那一方青石，篆刻心心。